其实那个印度店就有了，蛮少。跟他骂一下，刚才我叫你怎么骂 ？OK。哇，不是金鸡的，是那种那个粉金鸡的。Is that a business？ 为什么它不够黑？它放黑嘛，放黑。是吧？放每个东西啦，全黑黑。你看，是不是已经很多金鸡的了？因为它的那个表刚才烟脑子嘛，它的表刚才也是有烟脑的，金鸡的也有。我有用过，那块 CP， 我家里的 CP。嗯，还有些是日本的也有。因为它在上面，它没有盖到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刚才啊，没有它的一点点，因为它刚才没有办法。本来是会熟的，因为我没有那个 order term 哈，不准哦。那么，对。OK 好。要再剪。那每个人吃上面的。嗯。咱们下面的量不够了。对了。现在才放什么？这个价格。没有，别等。今天。once a while，OK。什么都 OK。哎呀，你不吃嘞？哎呦。我很多东西不吃。Parsley。以前没有连皮的哈，你看，它底没有连的哈。你看这个，什么都没有连皮的。什么都没有吃哦，现在什么都吃哦，跟你讲哦。这个也不是很瘦啊。哎，你看一下，没有年底的，啊 ，OK， 没有年哦，啊 ，OK。Unhealthy， 他也是以前什么不吃哎，嗯，然后现在你煮什么吃到完完的嘞，你看厉害。刚才我们有放盐吗？没有放盐，好像没有。去拿一汤茶匙盐来给我。One teaspoon 啊。放少呢？你看你吃看看有没有肉吃肉吃。放盐，放盐。哈哈哈！是水准啊。没办法。要写在那个，一样哦。嘴巴念啊，这样啊！每次我叫我工人讲，你摆好来，几分钟来摆。对呀。人一出来就这样，那就外面呢，煮东西就是这样。这样哦。全部放好，然后不用担心。这个是切下子肉。我要。什么麻油什么？刚才忘记放盐。哦。刚才。Just don't forget。刚才做的时候放盐。哦，放盐多少？你买那个？不要紧的，这个是可以。还可以。Mouse good. It doesn't make a difference that you don't have salt and have salt. No, no, I mean the fragrance will come out differently. Mm. Mm. Bamboo salt. How much are very expensive? We just ask one. Huh?贵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的盐质很少，所以我就分开来了，总共来几针了，是吧？对，还拿着，真的是放在我的菜里面泡面。Yeah, that one very good for health. They say it can cure diabetes. Yes. 我妹妹买。我叫我妹妹买的是。Never contact him. 哪一点？But leave it for the next round.We can have another round. 哦，你不喜欢那个哈？除非是你自己炸的，我就。我妹妹爱要买那个标的。不要生气。我妈妈现在就喝那个猪油。fried shallot. 六烤跟九烤，九烤比较贵。发吹的，什么东西吗？这个盐，猪盐。哦，我知道，这。那边有的卖。六烤、九烤，九烤比较贵。每次发吃鱼汤，旁边卖九烤。有六烤，九烤。全部上。竹盐六烤是最好还是九烤？九烤。贵不贵？九烤。要紧，因为盐呢是不好吃太多。韩国店好像很少嘞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现在没有。那边没有这个竹盐。你去 Costco 就有了，你去 Costco 买就有了。Costco 没有竹盐，它 normal 的sea salt， 真的， I'm going to search it。
竹盐它没有。不要放，不要放辣椒，要吃才辣。不要紧，我先拿我的了，等啊，等等你们放。不要不要，不要放，你们自己放。OK。这个其实这个用辣椒也是好的，就是我们原里面写是写的。Original taste， 味道极地。看你们可以吃了，来。我叫我妹妹28 Auntie Mary, oh, not present. Okay, we have to go school again. not present. not present means absent.